欢迎我们小梁
现在呢是日请我们的伴郎，请您将我们祝福的蛋糕递到舞台上。好，那我们邀请宝宝妈妈，我们一起跨下幸福的时刻，掌声祝福。宝宝非常感谢哦。那我这边顺带一提哦，这个结婚27周年呢，它所代表的意思呢是桃花心木婚的意思。那这个一年桃花心木啊，它是欧锦柱的一天哦。那我们是不是要一起相约明年的今天，我们一样要齐聚一堂，一起来庆祝结婚周年还有生日哦？好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也邀请双方主婚人，我们可以先入席主桌喽。好的，接着呢，我邀请郭生，也可以带着我们美丽的新娘也入席喽。